咁呢只亦都可以咁样讲啦，都系技术走势咧有啲向好嘅迹象。佢琴日个就系一个哇破咗个双顶上啦，一个叫一个长方形就得破咗上去啦。呢个唔系啦，呢个咧头肩底啊，我最中意啊，左肩后右肩破上去嘅啊，不过破上嚟咧要留意，破上去唔好够力啊，啲唔系破就逐逐冲上去，破上去之后咧升紧啲重要支持阻力咧，佢又见翻掉头回完啊。咁呢度顯示咧就100天線裏邊咧牛下啦嚇，咁如啊100天線77.25咧就顯示咧100天線啦嚇，咁但係其他報價機咧顯示咧佢100天線高少少嘅，高少少咧佢就受阻就回軟，無論如何佢破咗條頸線噶啦，咁但係衝上一下咧就唔好夠力，咁所以即使咧佢係頭肩底即係、就是、有潛力向上，但係可以再等下。唔遲，等佢回一回先。咁佢重要支持位喺邊度咧？就係、是、當然係$7心理關口啦。咁啊，意志咧係右肩嘅底部就6.9，所以等咧回到回一回落翻去先，先咧就考佢搏佢咧試完嘅重要支持啊，再抽上去就完成咧佢呢個繼續向呢個頭肩底嘅趨勢向上走。因為如果咁一回翻來咧，佢頭肩底趨走勢冇咁靚啦，叫做。但係咧。向上的方向應該就可以保持到嘅，所以咧可以等一等，等佢咧回翻落去賣佢啊，跟住用6.9或者低少少做止蝕位，就搏佢咧就向上。當然依都係咧2022玩嘅嘢啦，因為咧一剩翻日幾嘅啫，相信都唔會有咩大嘅咩啦。2022睇下依只可唔可以咧就響響個頭炮啦嚇。